拜拜。这里是哪里？这里可不是乡间的别墅，在台北市的闹区公馆，车水马龙的基隆路旁，这里是台湾第一栋环保示范住宅——台大绿房子。欢迎来参观我们绿房子。在九二一以前，我们盖了一个耐震省能的建筑物，那是一个为了配合台大七十年校庆展，我们盖了一个四十平的小房子。那盖完之后正好碰上了九二一地震，那所以大家就问说，哎，你那个房子有没有倒啊？我们重建可不可以来参考啊？那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既然要给大家看，应该盖一个全方位展示的住宅。那所以我们在这栋房子里面，除了节能耐震之外，我们也有环保的展示、干净能源的利用、水资源的保育啊、植物的生态的混种啊，那等等的项目出现。韩选堂教授是台大绿房子的创始人，邀请了100多家有意愿推广绿建筑的建材以及建筑相关厂商，大家拿出自己最符合绿建筑的最新产品，一同打造出台大绿房子。在我们整个庭院设计上呢，在景观上，我们是创造了四个不同的高层的植物景观。第一个是这个池塘啊，池塘里面有水生植物啊。那第二个高层是我们的平面的庭园，那第三个高层是我们的挡土墙坡坎啊，那第四个高层是我们的屋顶花园。所以如果我们从远方看过来的话，我们是希望只看到画面植物，看不到建筑物啊。那所以我们的整个庭园其实是有深有浅，有高有低，那加上植物的搭配，花的颜色啊，加上水流，所以它的景观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我们整个基地最低点啊，你可以感受到上面比较高啊，那边比较高，那所以所有的水前院后院通通都流到这个池塘。那这个池塘我们是没有打底的，所以这一池塘的水呢有高有低，所以我们也种了一些植物，大家可以看到有小岛，那有高有低，有高水位的，比较耐旱的，比较水生的，甚至台湾的这个濒临绝种的那种屏风草啊，都可以在里面生长。除了生态池之外呢，我们在它旁边也给这些生物创造了一个栖地，人是没有办法接近的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木平台底下这一块啊。那也因为高度很低，所以进去也不方便，那青蛙啊什么这些他们就在里面休息。所以我们如果下雨天有水池塘满的时候，这些青蛙都会在底下唱歌哈，那他们很高兴啊。除了外部的绿建筑概念以外，台大绿房子的本体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也很有环保概念，因为80%以上的建材都可以资源再回收利用，这是一般房屋所没有设想到的。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啊，是在1973、1974年，那所以在建筑物上呢，他们在当年就制定出来了节省能源的条例。那现在是2005年，事隔已经31年了啊。那这些条例呢，在台湾，我们讲可能刚刚在起步啊。那至于盖房子呢，也尝试的在做啊，都没有强制性。那能源危机出现的时候，在欧洲这几个国家他们是强制的，因为明天没有石油真的就过不下去了。绿建筑是指在建筑物从建材生产到建筑物规划与设计施工，
甚至到拆除的过程中，消耗最少的地球资源，使用最少能源，以及制造最少废弃物的建筑物。台大绿房子除了外部结构建材外，内部还有许多设计都具备了隔热、省电、隔音、耐震等功能。这个玻璃温室呢，是当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它会有温度上来，比较容易蓄热啊。那所以像冬天啊，潮湿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太阳的时候，需要温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热风送进房子里面来。那在这个房，在这个玻璃温室底下呢，都有打洞，那这个都是自然风的进风口。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呢，24小时都有新鲜的空气啊从外面这样进来。那竹子是台湾本土的这种建材，啊，以前农村都是用竹子来盖房子，那只是今天这个竹子大家不知道怎么用，大家都用钢筋混凝土的，所以竹子就视为了哈，竹子没人做。这是台湾竹子的商人他们做的桌子、椅子、地板、墙板啊，那配上我们的国画竹子哈。那其实整个房间都非常的凉爽，也很容易维持干净，啊，尤其对外国的参观的人，他们最喜欢的竹间，因为他们在国外没有这种感受啊，啊。基于生态、环保、永续以及节能理念所设计的台大绿房子，是一栋智慧的建筑，将生态环保绿化的观念，以及省电节能的科技诉求，以本土研发的建材落实在台湾的建筑物上，希望打造世界级的绿建筑。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德国和日本等各国的专家学者来此参观交流。其实我们盖这个省能建筑，大家觉得我是在示范建筑物，其实不是，我们是在提供人们，尤其是台湾的人，一个良好、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而这个环境里面可以跟大自然里面的万物，也就是这些生物，我们简单讲蝴蝶、蜻蜓、刺猬、田鼠，统统可以在一起生活。那你的院子里面有的这些生物，自然它就活泼起来、生动起来，是不是？那我们台湾一般的住宅不是公寓就是水泥的住宅啊，那庭院都打上水泥，所以最多有两个盆栽啊，在旁边示范一下，也没蝴蝶，也没蜻蜓啊。如果我们持续这样子建设台湾下去，从乡村从城市到乡村，全部都水泥化、都灰化，那我们这个环境就完了。人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然就不健康，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心灵上不健康，心理上不健康啊，这非常严重，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在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中，有一栋酷酷屋省电节能屋，这是工研院所研发与推广的课题，希望能寓教于乐地唤醒人们对于绿建筑的重视。下面有六，有总共有18块，一边3块嘛，总共有18块是太阳能光电板。太阳光电板的话，它折合的话，用折合的能量的话是1.7kW，本来我们设计是2kW，误差一点点。啊，它这些可以取代我们的，像我们照明啊，我们都省电照明啊，一般的果，还有我们的一些插座用电量，啊，所以它像尤其是大，现在是9月份了，还太阳很大的时候，它发电量效率都还不错了，啊，效率都有80%-90%，所以它转换成可以取代这些一般的用电量，嗯，当然了，空调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面积这么还太小了。宜兰县政府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绿建筑的概念。那这个案子它是在这个19年前哈，由那个陈建南先生委托那个象设计集团来做规划跟设计。那在当时呢，陈先生哈，他也给我们有3个指示。那第一个呢，就是建筑物要亲民化；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环境哈是公园化；那第三个，希望能够表现出这个宜兰在地的这一种特色跟它的这个风土的这一种感觉，这样子。比较具体来说，就是屋顶的庭园，那跟这个整个地面整个公园是把它结合起来这样子。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建筑物像这个水它除了是赏景以外，那它对那个我们那个建筑物的那个微气候调节也是很有利的。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建筑物跟公园其实是互补使用啊，那
那这个做法也是哈，在当时哈，因为公园化的这个想法哈，那我们把它发展出来。那这些水跟那个绿地哈，那也是有一点想要表现出哈宜兰平原哈，宜兰平原它就是这个水利非常饱满，然后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哈。那在这样一个县政中心里面呢，那能够把这个地方土地最好的这个元素哈。能够把具体把它呈现出来。二十年前并没有绿建筑的概念，纯粹是基于人性化的设计，希望来到宜兰县政府办公，不管是农渔民都能够赤着脚踏在县政府的大厅，而大家都会觉得很自然很自在。就是基于这样亲民爱民的理念，今天的宜兰县政府处处充满人性化的设计，而且处处与自然融合在一起，成为台湾绿建筑的重要代表之一。这个屋顶的厚度呢，除了结构本身以外，它还有非常重的一层的这个泥土，那上面把这个草再种回去，所以这么厚的屋顶呢，会让那个从屋顶上面下来的这个太阳照晒热的那个部分减低非常的多，因为泥土跟草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隔热的那个元素，所以。那个这种平台哈，就是创造出来这么多的这个平台，这平台下面的那个空气基本上是凉的，是冷的。那因为有很多的开口，所以这些开口呢，流动的时候呢，这个空气其实也是冷的。所以在我们在里面呢，其实感觉非常的舒服，就是你不会感觉到说，有风，那风仍然是热。我想那个建筑物里面风是凉的跟热的这个差别非常的多。当初我们的设计里面就是希望说。在晚上机关关起来的时候呢，屋顶能够仍然给这个市民县民所享用，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端点这个地方哈，弄成一个土丘出来。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公园哈走的这个步道到屋顶花园去，你不用经过建筑的内部呢，就可以直接进到那个屋顶花园里面去。就我个人来讲，我在假日常常感觉说。在办公室还在家里面很无聊，到办公室静下来的感觉哈，这种办公环境静下来的感觉也可以思考，哈，去做想一些事情，啊，这个也不叫做加班了。坦白讲，那种就是一个很好让我们去思考的环境，思考的一个环境，啊，虽然一般都是办公室，但是其实它是感觉跟你其他地方是就休闲的那种感觉。真正处于绿房子中的人。往往都会被绿房子所感动，因为没有浪费资源、浪费电力的罪恶与负担，一切取之于自然，也将会还诸于自然。生活在其中，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身心也会健康与舒服。那台湾是根本没有能源的国家，我觉得在能源的应用上，应该比欧洲这些国家还要来得珍惜。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台湾的建筑物的设计跟新建。不管是超高大楼也好啊，不管是农村的住宅也好啊，很多都是遵循了以前的设计的手法，用的材料也大部分都是钢筋混凝土，要不然就是玻璃啊。那这些传统的做法呢，是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适用的。可是现在低耗能的住宅的时代呢，我们讲这种做法、这种材料都已经应该是过时的。可是我们还在从事这类的建筑，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已经跟世界的建筑潮流脱轨了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呢，我认为不是追上他们，而是应该像我们在清朝那个年代，我们应该超英赶美，对不对啊？超过法国，超过德国啊，要追上他们，而超过他们。所以在台湾的建筑的环境跟现况，我个人是非常忧心的啊。我觉得是跟世界潮流完全没有接上轨，所以我觉得健康的居住环境对台湾的人来讲，我要非常慎重地讲，是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绿建筑的内在理念，其实建筑在永续经营的概念上，建材可回收再利用，建材的生产过程较少造成污染与浪费能源。建筑的使用过程也设计成符合省电与节约能源的标准，这些做法都是希望我们的环境能够永续发展。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岛上处处都是绿建筑，
相信生态环保与永续经营就真的离我们不远了。只是希望那一天不会来得太迟，让人等得太久。